大家好，欢迎继续翻嚟呢一个芒向快报嘅时间啦。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6月22号星期一嘅早上时间。咁啊，呢度有我许留山啦，仲有小白熊社长 Raymond Wong。喂，大家好。仲有睇下先啊，咦，行开，啱啱好似行开咗镜头嘅纽西兰尔德台养青瓜仔，尔德台。喂，大家好啊。仲有加拿大加赞生。诶，各位网友好。仲有啦，就系马来西亚大马上马来近。各位网友好。记住啦 ，like 我哋短片，留下言，最紧要就系订阅埋《芒向 Peterbo》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 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我今节咧仍然都系一个雪糕啊，咁啊，希望大家都留意到。依家可能转一转下，转其他嘢嘅。咁啊，继续啦，讲下呢个立法会咧呢班反步派嘅初选咯。嗱，依家佢哋咧所谓嘅叫初选名单啦，就已经系尘埃落定啦，系咪？依家可以话风云再起啊，互相咧喺度呼，佢哋喺度呼呼声啊，嗰啲狗狗咧喺度准备咧，即试即点啊，喺度摆定个势出嚟，咁啊互相要喺度咬啦，咁啊明争暗斗咧就乜都有啦。嗱，仲有单打又好，双打又好，混合双打又好，一前一后点样打都好，就开始有啲人咧就归边啦，联党结派啦，咁啊虽然又话自己咩不督灰啊，不切割不批评啊啲咁啦，但系咧都可以用另一个模式咧去到出手噶喎，系嘛？咁啊最呢一个点形容呢个人好咧？佢个样咧就好似好难睇得穿系点样，但系其实佢系非常之阴谋诡计啦，呢一个作恶多端啦，就系呢个朱凯迪啦。嗱，之前啦，好似系咪建制派嘅郭伟强啊，定系边一个喺度嗌话，你地产党你点样咧？哇，呢个咧终于挑动到佢嘅神经咯。咁呢一个咧都有参选，就系呢个朱凯迪啦，系嘛？咁佢就戴起个头啦，就话动咗支旗出咧，就叫做抗争派，咁啊要成班咧。嚟緊話要參選嘅又好，或者定點好啦，要抗呢一個反步派嘅人咧，都要簽呢一張嘅叫做聲明書啊，即係代表自己唔會咩搖擺不定啊，定係點啦？咁有兩批人咧就冇簽到嘅，一邊咧就係介工啦、白頭佬嗰邊啦，呢個就佢又過氣啦，都差唔多油盡燈枯嗰啲啦，睇佢頭都知噶啦。咁啊，所以臨尾啦，我哋都講啦，白頭人要捧一個黑頭人出嚟，咁啊就係好捧個咁樣啦。呢個就都係宿命啦。咁啊，另一個咧就係民主黨啦。咁民主黨唔簽就還唔簽啦，唔簽裡面咧對於佢哋嚟講咧殺傷力最大嗰咧都係胡志偉啫。裡面咧最勁嗰批咧嚇，即係最癲嗰批咧又打到爆嘴嘅十八針啊嘅林卓廷啦，十八針啊，系，仲有温柔的勇武嘅邝俊宇啦，系嘛，仲有肥露点最靓最恶嘅猪腩肉啦嘅尹兆坚啦，系咪？佢唔系最靓啊嘛，你个最靓猪腩肉，我怕大家唔食啊，呢排唔买嗰啲咩烧腩仔食嗰次啊。咁啊，仲有佢哋够勇武嘅边个啦？老勇武啦，黄碧云啦，都算啦，系嘛？勉勉強強俾佢做啦，仲有啊，當然啦，風甲咁啊，嗱呢一班咧，即係唔簽還唔簽，但係咧，其實佢哋嘅行動已經代表要簽咗咯。又講下啦，今次咧呢一個朱凱迪啦，終於動支旗出嚟喎。咁啊，朱凱迪動支旗出嚟咧，佢身邊啊多咗條友仔喎。邊個？岑傲輝啊！咁樣傲氣嘅人咧，都要向朱凱迪歸邊喎。咁啊，嚟緊又話要參加呢一個超級區議會啦。嗱，呢一個朱凱迪咧。喂，冇著數啊，點會嚟啊？係咪啊？咁啊，岑傲輝咧就話自己出選超區嘅初選啦。見到朱凱迪都嚟喎。係啊，咁啊，除咗朱凱迪嚟之外咧，咁啊仲有嘅政壇攝石人黃之峰咁都有企埋喺岑傲輝啦，自己有嚟噶嘛，係咪？嗱，咁啊，大家點睇啊？對於呢個岑傲輝啊，又話自己咧，佢話出嚟選咧係破局啊，又話點啊？話咁誇你係嘛？咁啊，亦都話喎自己哎呀，我依家為咗嚟選咧，已經放棄咗嘅亞美利堅合眾國嘅護照噶啦，咁啊！哇，好 Q 大犧牲喎，係嘛？好感動喎，嚇！唔好記住，唔好再申請翻喎。係啊，咁巴閉唔好申請啦，係咪啊？佢就話啦，喺中共嘅鐵腕管治底下，哇！鐵腕管治，唔係喂，係喎。如果佢係鐵腕管治嘅話，做咩要從一個自由世界啊？佢所謂嘅自由世界，放棄呢個自由世界，翻嚟呢個鐵腕統治嘅地方咧？佢話要咩話？要有頑強嘅意志、抗爭嘅意識。嗱，其實講到尾，咪為咗啲十萬係嘛？
你好老實啦，你去到亞美利堅合眾國啊，你有冇10萬港紙一個月咧？佢揾有10000已經算偷笑啦佢。10000嗱呢個就搞笑啦，又話自己咧唔會話咧選贏咗咧香港就會變好嘅，咁你就唔好嚟選啦，選你選咗我咧個香，我未必嗰邊香港噶，你都嚟選。我都算坦白嘅啲人係嘛？都係。啊，跟住啦，又繼續咧，我唔知係黃之鋒教佢講嘅咧呢句説話，呢個傻得幾雲巡嘅喎。佢話啦，依然咧都會認為議會咧係重要嘅戰線嘅。不過咧，國際社會啊，咁啊將會留意咧香港人如何回應呢個叫做港區國安法同埋一國一制嘅。咁又係咩國際線好明顯係啊呢、這個乜鬼嘢啊？咩叫一國一制啊？邊個講一國一？佢咯，岑浩輝咯。依家仲係一國兩制，都冇掛佢呢個，即係佢哋成日都嗰個套路就話咧，名義上咧就係一國兩制，但係實際咧就一國一制。喂，黐線！你就睇個法庭。咁點解仲要選你啊？點解會俾你選嘅？如果一國一制，咁點解你唔去選人大嘅？如果一國一制，頂你唔好選立法會啦，去選人大政協啦，好嘛？攞 Q 嚟講，亂差唔噏嘅啲人嘅。嗱，跟住又話自己啦，其實佢有美國護照嘅，佢曾經係掙扎過，係咪要放棄啊？咁掙扎嘅，咁你唔好放棄咯，咁你真係冇決心啦，行開啦，係咪先？又話今次嘅初選咧，唔係溫和定激進嘅分別，係每一個咧候選人啊都有頑強嘅意志同埋抗爭嘅意識啊，呼籲市民咧選擇咧乜嘢咧最硬淨嘅抗爭派去參選。O K， 最硬淨點樣先知道最硬淨啊？點樣試啲硬度啊？點樣試硬度啊？咁朱凱廸咪幫幫手咯，陳議員，陳議員嚟試咯，係即係俾5分鐘佢打個上擂台，話同佢傾下啲政綱，佢傾下政綱，咁啊睇睇夠唔夠剛猛啊？係啊，知夠唔夠硬啦？佢個個都講得好勁嘅喎，其實係嘛？嗱，跟住又你繼續啊，你講埋先，你講埋先，你講埋先，係我唔記得咗啦，已經唔緊要，嗱唔緊要啦，我哋講下咧朱凱廸係點樣啦？嗱，朱凱廸咧搞呢一個叫做。聲明書呢單嘢之後啦，咁啊引發起呢一個分化啦，佢哋自己話唔分化咧，其實已經係分化噶咯，係嘛？即係要將呢一班人咧就分門別類。哦，你唔敢簽，咁你即使咧係假偽抗爭派定係點樣嘅，我哋一定要係去做到呢樣嘢啦。亦都再引出咗咧呢一個白頭佬啊，白頭佬梁耀忠啦，就話哦，就算咧輸咗初選咧，都唔代表一定。唔可以再去入非，即係真正嗰個選舉架啲咁啊咁啊嘢來咧，朱凱廸咧就即刻啊亮出佢嘅亮劍啊，即刻就話：喂，我搞錯你咁樣嗱，有白頭佬嘅又冇我係嘛？有白頭冇豬，咁但係就依家又唔知點解又叫佢同一條隊又會出翻嚟喎，就即係同一個區咧出嚟一齊選嗰啲咁樣啦。但係就戴耀廷啦，亦都有話過白頭佬啦，即係冇。冇指名道姓嘅，就不過話喂唔得嘅喎，咁樣點點點喎，即係你自己都唔承認自己個機制喎，即係你仲嚟咩初選咧？咁啊，朱凱廸啊，相當之佢阿朱凱廸咧又唔會話好擺到明喺度鬧定點樣嘅，不過就話唔滿意佢點樣，即係嚟緊又話要 DQ 佢，即係你哋自己話咩不分咩不切割啦，咩點樣不批評啊定點啊？咁應該咪梁耀忠咁樣做咧？你應該都唔。唔好批評佢咧，其實應該係包容佢咧，係嘛？俾佢咁樣做咧。咁佢不嬲都係中意玩陰噶嘛，佢唔會咩噶，佢之後就會揾人靜緊雞靜靜仔搞佢。你諗下佢對阿何君瑤嗰陣都係啦，之後揾人去搞人哋嗰個辦事處噶嘛。哦，係啊，嗰個人去流空啊，嗰度已經係嘛？我都有影個相喺嗰度，即係我有啲相喺度記錄低嗰次阿何君瑤個辦事處，都係得翻個框嗰度嗰啲咁樣喎。即係呢個真係離曬譜啦！咁啊又講下朱凱廸點講啦。佢話嚟緊嘅初選咧，比呢一個9月嘅換屆嘅選舉更加重要喎。你傻噶你？咁梗係選過先係最重要啦，初選最重要。初選有咩咁重要啊？咪咯，初選有10萬蚊嘅咩？邊個俾10萬蚊你啊？比那個更重要去講什麼、啊、即可能想叫人你選完初選好了不要再選9月那個了，即他全力想著9月那個了，認為呢就過去23年呢，哇，即是口氣踩完過去23年這班民主泛暴派的老鬼，你看不過即你家長所說的真夠陰質了，認為呢過去23年呢這個泛暴派都是比例代表制裡面呢分化，即被他們分化了，又用這個籃球明星來比喻，
話啲明踩明煲定暗踩啊？話咧帆布派個個都係明星，但係好難打得好喎、啊。OK， 啊，家陣生點睇啊？你睇得多 NBA， 個個都係明星，但係難打得好，即係好似一啲明星賽嗰啲啊嘛，即係各自為戰咯，個個根本係唔團結咯，即係籃球界有一個詛咒噶嘛，當你喺個季後賽，喂，當你係有五個 Ace 嘅球員擺喺一隊，你當你去到 NBA 決賽嗰陣，你就會輸到撲直噶嘛。Kobe Bryant 喺度嗰陣都係一樣，呢個係個詛咒嚟噶嘛，即係一模一樣噶咋。你哋哇，我哋個個粒粒皆星，到最後就個個都認做大佬，最後就嘣，係互不相讓。所以嗰陣時咧。啊，點解呢個公牛又拆開少少啦？即係點解公牛可以咁贏到咁多屆嘅冠軍啊？算唔算嗰陣時有積信教練喺度叫佢哋一定要合群，用呢個三角戰術？係啊，撳得住佢啊！即係阿積信教練係撳得住佢啊嘛！而家戴耀廷嗰啲撳唔撳得住呢班人咧？撳唔住啦！一撳已經嘣一聲彈咗出嚟啦！一撳完冇兩日都冇啊！朱海迪已經用聲明書啦，已經聲明書兜份聲明書擠落去把口度食啊！同我嚇連簽食咗佢係咪啊？即係呢個跟住阿朱海迪繼續講啦，佢好似咧，佢話個個都明星好難打啦，跟住話啊，帆布派咧今次咧唔係要做政治明星。是要打贏呢場仗，喂你自己都當自己政治明星，暗示一班人咧喺度玩政治明星、政治 show 啦，係嘛？咁啊，呼籲咧市民參與初選咧，就要揀最好嘅球員。哇，句句有骨喎、啊！呢、這個朱海迪，啲豬啲骨都好大嚿喎。其實點解啲骨咁陰陰細細條嗰啲？即係啲魚嗰啲咧，係嘛？啲魚骨啊，即係點解？哎呀，啃親啲，啃死咗，原來係你。你條豬骨，豬骨都啃死人，第一次聽嘅啫。咁啊，揀最好嘅球員啦。咁啊，朱海迪又話咧，將自己比喻係乜嘢啊？進攻球員喎、哦。哦，犀利啊！進攻球員啊，呼籲咧選民咧就要全部嚇、啊、投入點啊，選一啲進攻型嘅初選人啊，即係選我啊。哦，即係即係話所有嘅票倒落你嗰度啦，好似上次咁啦，係嘛？等我繼續做票王豬啊，其他人啊，輸 Q 曬佢啦，我做票王得㗎啦，唔好分票俾其他人啦、啊。啊，進攻型、啊、即係喺進攻型，即係有錢我一個要曬所有票。哦，咁啊，所以咧，嗰啲有機肥啊，腐爛嘅制度啊，嗰啲，即係呢啲係咪要進攻型？即係唔落個場打啲就唔係進攻型喎、啊，即係穿起套武裝啊，係嘛？咁都幾多個都合符喎、啊，即係陳志全都得啦，係咪？係，都係進攻型喎、啊，啊，防守定進攻型咧、啊？佢係，你咁問又忽然間要諗一諗。睇下某啲時間啦，咁某啲時間就係防守型啦，可能啦。嗱，跟住就強調係啲乜嘢咧？佢呢個朱海迪又講啦，哇！專制面前咧就冇人可以，如果冇人出聲反抗咧就唔得嘅。咁啊，國際社會咧會認為咧，香港人咧就未有對呢個專制不滿，呼籲咧香港人要反抗。哇！咁都反咩抗啫？真係係咪啊？喂，有咁專制嘅話？其實咧，依家好多嘅唔同嘅，就好似我哋在座咁多位嘅主持啦，我諗你哋依家嘅身處嘅地方，新聞都會有講香港排10,000蚊呢樣嘢嘅喎。有啊，係咪啊？係，都有。係啊，亦都好多人，即係唔同世界各地嘅親友好定點都好咧，都會 send 嚟。咦，你申請咗10,000蚊未啊？即係佢哋知道係尋日開始可以登記。我心諗，我即係其實我自己即係好坦白講咯，我都未撳上網登記。佢話俾我聽，咦？但他不是在香港住的，即是去到已經差不多是芬蘭那些來的了，即是、哦、芬蘭跟你說喂香港現在可以在關心、啊、一聽到有錢分是的，那 他都可以申請的，所以他都知道了、哎、當地有新聞說，但他說新聞就用一個叫做說因為有反送中的問題所以才派這10,000元，他說跟著他問究竟是不是還是怎樣，雖然他離開了香港很久，所以他就不太清楚為什麼，但係佢知道派10,000蚊，但係就冇乜理嗰啲咩暴徒太多嗰啲定點樣嘅。嗱、啊、呢、這個一樣嘢啦。即係如果專制，我點會派10,000蚊？咁反抗咩啊？反抗香港人派10,000蚊啊？叫香港人反抗派。咁、哦、希望佢更加專制啦，快啲去派多啲錢嚟噶嘛，係咪？專制越多錢派啊！越專制係。如果咁樣都叫專制，真係好黐黐地咯，我覺得佢哋真係好少喎，係咪啊？係。嗱，跟住要我哋又再講下啦。咁所以呢一個朱海迪咧。
佢都算係啦，依家咧就句句咁樣窒住曬啊，頂住曬啊，即係有暗藏好多殺機喺裏面喎，知唔知啊？要大家揀啲全攻型嘅人喎，即係都多唔多啲冇全攻型嘅人啦？呢啲即係啊，值得一睇喎，係嘛？就係得佢係全攻型啫嘛，而家就係佢話佢自己係全攻型。佢有啊，佢真有供過，即係成100,000地氈啊！你試過買咁貴嘅地氈未啊？我就試過啦。哦，100,000買地氈咧，真係好犀啊！咁佢唔單止係地氈嘅，嗱，你講翻清楚啊！我冇搞錯啊！香港政府收人100,000張地氈，原來唔係嘅，仲有制服啦，即係嗰個保安嘅制服啦，同埋嗰個冷氣槽嗰個嘅過濾網啊！啊，系，即系唔知啊，索得太劲啊，即系嗰个一肥料味啊，有机肥啲味道，系，即系抽风啊，索屎啊，真系走唔甩，到时佢再继续循环，即系继续全部都咁臭，咁啊死啦！仲有地毡啊，仲有凳啊，仲有啲台啊，成嗰啲啦，其实可能成张台切割，跟住再换都唔知会唔会，即系都好难搞嗰度咁样。嗱，佢嚟紧啦，啊，咁仲有啲咩人咧？会唔会继续向即係同呢個朱海迪咧會嚟一場暗戰咧，即係雖然睇呢個咧朱海迪咧骨慘慘啊，定係點啊，即係隻眼都係四圍睄啊，個頭髮又唔知烏哩單刀嗰啲咁樣啦，哇！但係咧佢嗰個心計啊，同嗰個陰謀咧，哇！真係相當之犀利喎！即係阿根特生呢個可唔可以將佢列為喺厚黑學裡面嘅一課咧？直情係啦，佢大家睇下佢做嘢陰陰濕濕嚇，睇下佢依一次講到明啊！即係佢講就講到話啊，大家同心協力點點點，然之後句句有骨，話叫啲人要投進攻型嘅乜嘢，即係想一個人想獨攬曬所有嘅票。依家佢咁話，我要票。係，同埋依家咧不停咧似係想向戴耀廷施壓啊，因為好不滿呢個梁耀忠咧，但係佢又唔方便自己開聲。嗱，如果我開聲話要將梁耀忠扎棍嘅，咁係會我做醜人，個幾大都唔做。你哋又扎軍又全公營，其實咩叫全公營？係咪即係要各行公營咁先叫係扎軍咧？哇！你話扎軍即係全公營咧？係係呢個社團入邊即係降職嘅意思啊，同埋撤職嘅有呢個意思嘅。你冇諗過啲？陳志全嗰啲先係，係，我就係佢唔係全公營，你我因為頭先我斷咗線啊，哦唔緊要，哦冇事冇，都入翻嚟。全公營係全公營，要講全公營全副公營咩？喂，大佬司馬遷就全公營啫。嚇啊！陳志全唔係扎棍嘅佢包起棍，包起支棍先用。嗱呢誒嚇呢個要問陳志全啦。我而家關乎佢咧係應該。那個公營咧就唔係嗰個行刑，係攻守個攻，係咪啊？係啦，冇錯，全我唔識啊，因為攻擊個攻，一開始入到嚟就聽到一頭霧水啊，全公營咩公營啊？嗱，咁代表各位聽眾咧就要點咧？聽望向編輯部嘅節目咧，真係由頭聽起啦。如果否則咧，就會出現咗社長咁樣啦。點解有 NBA 有呢樣嗰樣嘅？嗱，我哋講翻。回覆翻我哋正題先，嗱，即係朱海迪啦，就唔方便咧，就自己唔係唔方便嘅，就唔想自己出手啦，咁啊借刀殺人先係最好啦，呢一方面係嘛？目標咧就借戴耀廷把口啊，就話喂有呢個白頭佬呢咁樣咧喺度唔得喎，咁啊所以嚇，係咪應該要 DQ 佢啊？咁啊依家就向緊戴耀廷咧就施壓啦，咁啊所謂咧有呢句叫不批評不篤灰不切割咧。嘅陰影底下，嗱呢一個咧就變咗佢哋自己玩死咗自己啦。究竟呢一鋪點樣對付呢個白頭佬咧？咁啊，白頭佬會唔會又就咁算數咧？其實白頭佬如果真係啊，俾呢位天才呢個骨骼精奇嘅天才入閘嘅話咧，去參選咧，都係我諗都係送錢俾香港政府嘅庫房嘅啫喎。即係連嗰個叫做保證金啊，定唔知乜鬼咧，應該都攞唔翻嗰啲嚟。咁啊，究竟佢仲要做嚟做乜咧？呢個白頭佬嗰啲究竟諗乜嘅咧？係咪即係白頭白到縮縮地咧？開始啊！阿家生點睇你對於佢為咗政府嘅要出翻一分力，我覺得回饋係咪？回饋係因為話你做咗咁多年議員，哎，白頭人工咁耐，哎呀，送翻啲錢俾你啦咁。啲還是佢呢個係家生嗱，咁佢。佢不過係我要做太上皇，我攞到依個位嚇、啊，我要證明我有能力嘅，你哋個個睇小我啊嘛。
可能我点都要玩落去，我死都唔转气噶啦。咪党在，我在就党在，我不我我亡就党亡啊！啊，俾我搏到一铺落，我咪可以做冯检基第二。佢想戴咗个头喎，系嘛？我怕街工变瞓街工啊，到时瞓街，瞓街再大镬啲就趴街啲字嘅啫。呢次就系嗱，我哋再睇下啦。嗰、那个戴耀廷咧都讲咗噶啦，唔尊重协议咧就可以唔初选，但系咧就仲未咧就落刀啊！啊，依家朱海迪咧就要逼屎啊戴耀廷咁做啦，嚟紧就睇下你点样啦吓。咁、啊、我见到阿朱海迪咧。有個嗰、那個叫做咩？同阿朱海迪啊、岑奧輝一齊出嚟做嗰個拉票啊，定參選嗰個喺街頭嘅咧，佢寫咗幾個字好搞笑啊！寫在地還抗喎、啊。阿大馬 Sir， 你對於呢啲呢個口號有啲咩解釋？嗱，佢白底黑字寫嘅，有啲有一種係咪好似嗰啲叫咩咧？撇得死字嗰啲啊嘛，即係好似誓死要點樣嗰啲。初選啫喎，老細，初選啫喎，撇一死字啊！咁你真係俾你入到閘啊！即係我選舉嘅時候嗰啲係點咧？你又要撇又係咩死字咧？佢第二回合死完又就死啦！喂，佢嘅在地還抗咧，嗱，即係佢，我會問佢啦，阿朱生啊，你點還抗咧？你用啲咩方式咧？係咪啊？佢又上次喺地產商搞咁選你，我選地產商嗰個啦，係咪啊？想選你啫，係咪先？問你咩都唔知嘅啊？有機肥點整啊？你問地產商啦、啊。上次你喺立法會出賣有機肥啦，咪你嘅所謂還抗，咪俾保安拉走？點還抗啫？佢錢咯，佢要佢啊！佢有啊，講起賠錢咧，佢都有仲有還抗嘅餘地喎、啊。佢、考慮緊咧就揾律師。咁啊，咁咪唔还抗啦，即系要众筹啦，系嘛？好大机会哇！即系嗰个，如果嗰个位律师有好大位咧，就即系大位口啦，又要可能300,000咁样先至可以长期打嘅，咁可能司法复核都唔定喎，系嘛？复核咗点解呢个议会度要赔钱嘅咁样？乜都可以复核噶嘛，系嘛？嗱，呢一个就我就睇下啦，点样你点样在地还抗咧？咁啊喺地上咧就会还抗啦，即系嗱我喺。呢度咧我就還抗嘅，即係入咗立法會咧，我就最唔做嘢或者定點樣咧，可能到時有得扭嘅喎。我見你唔知將自己個拳頭咧就擺喺自己個心口喎，即係揞住自己嘅良心講嘅呢句説話。啊，大伯上有冇見到啊？係咪有啲暗示喺裏面？係咪即係揞住良心嘅？定係成班都揞住咗自己心口嘛？攞個拳頭。係喎，好似啊，表面上就好似立定決心咁樣，但係亦都有呢個暗喻係揞住良心。佢哋個良心好細嘅啫，一個拳頭就揞到噶啦。哎呀，好啦，我哋呢一節時間咧就講到呢度先啦。即係我哋啊，繼續咧放長雙眼睇下呢班人咧就鬧出啲咩笑話咯。佢哋咧呢啲笑話咧，即係我都覺得相當好笑啊嘛。黐線你，係啊，冇錯啦，即係黐線又坐埋一台啦，黐線啊，咪國際線啊。多謝曬大家先，超曬時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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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